我要看这题哦，他怎么说？他说 log 二等于几？0.3010。log 三等于几？0.4771。麻烦你求 log 一乘二乘三乘四乘五乘六，算出来是多少？首先我们看一下这题哦，老师建议大家一件事情，我们先把这边乘开好不好？否则要零零碎碎的哦，不必好算，好不好？反正乘开又不大，对吧？一乘二二乘三六，六乘四二十四，乘五120，乘六720，所以算出来是 log 720。好，写到这边之后，麻烦你把 log 720算出来，怎么算？首先你观察一下，算 log 720时，老师讲过，哎，底数是几？ 10。当底数是10的时候，你先观察一下， 720 可以被10分解？可以。可以被10分解，你首先先抓起来被10分解。720可以分解成72乘上几？ 10。对吧？为什么？因为马上 log 10就是1了嘛。所以说我这时候只要专注在什么？把72抓起来分解式就好了。2、36、2、18、2、9、3、3，这样行不行？所以720怎么分解？它可以分解成2几次？3次。乘上3几次？2次。再乘上几？ 10， 这样行不行？写到这边之后，老师可以知道一个 log 相乘，我们可以拆解成好几个 log 减相加，这样行不行？所以一个 log 相乘，老师可以把它拆解成好几个 log 减相加，行不行？写到这边之后，各位同学看一下，这个3可往前飞，可以变成3倍 log 2，这2可以往前飞，变成2倍的 log 几？ 3， 加3，这个 log 10就是几？一，对吧？所以说麻烦你把这加起来，是答案就出来了。log 二是几？ 0.3010 乘上3， 0.9030。 log 三是 0.4771 乘上2， 0.9542， 再加起一，这样行不行？麻烦你把它加起来， 0.9030 加上 0.9542， 对吧？哈，275 1.8572加上一是 2.8572， 这样行不行？行后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 OK。